展计划为国立台湾美术馆与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 C-Lab 台湾思想实验室合作推出的跨领域展演计划。这整个演出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我会说是声光结构里表现。那有些观众会想到说，哇，那声光结构在45分钟之内，它到底要怎么欣赏？所以呢，先缓缓的放一些关于观众会有感受的这个比较是人的这个感觉进去，再一步一步的走入到声光结构最后的赏析这样。那个旋转的部分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很就是很 stick with 那个旋涡那个很 easy， 对我来说每一次的旋转都是带我进去这一个回荡。其实舞者跟乐手身上都有麦克风，可以让他所有的影像都是用程式写出来即时运算，所以可以做到即时的反应，去根据他收到的音量。那其实也就是说，乐手在演奏出来的音乐声音大小声就可以来控制这个影像。
把每一个段落的环节都写好，用我跟舞者一样是有一个架构，基本架构在。那根据那个架构的乐谱也好，或是它的调性，它的调性或它的段落来看也好，他们的里面都会放一些即兴的成分在里面。主要是这一次在声音制作的过程中有比较不一样的想法。那这次就很感谢国立台湾美术馆跟空总实验馆台湾思想实验室的跨机构的合作，才能有这一次更不一样，甚至是可以说是一个学习创作的一个作品。